我看你今天又耍什么花样。今天多的这份给老公吃，免得你们老说我欺负他。 Nice， 这回又都是我的了，我先下手为强，不会错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等着瞧。造孽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熄火了，我叫你他妈的！一口一个真过瘾，人才啊！来吃饭了，来了。哎，怎么又改签了？对，帮你卷一个吧。那就选我身份这个吧，这个这么大，里面肯定不少好东西。哎，先卷老我吃啊，你等我吃完你再吃嘛。行吧，那你快点啊。行。马上他就要撒眼了。你干嘛？安不起啊！选择就不能后悔了，你赶紧吃吧。跟我玩套路，一会有你哭的。看他用香菇酱蘸着吃，还挺香的，我都快流哈喇子了。那辣椒牛腩给我啊，等我也不能吃。哎，放心，这辣椒酱现在有活动，我家里买好多了。那哦，姐妹们，咱们这个香菇辣椒你们都拍了没有啊？说的货的姐妹都是好吃，你买回去啊可以拌面条、拌米饭，吃个饺子当蘸料都可以的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制作而成的，加了比你辣不着，19.9元，给我们发的是10罐。然后啊，再送10袋同款辣酱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，喜欢吃的姐妹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吃好了，赶紧收拾一下。行行行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终于到我吃肉了。哎，怎么去拌面条了呀？我太难了。老公这是想拿苹果来套路我啊？就是故意让你看到的。这下我再把枣子藏店里就安全了，不用点计谋，我是吃不上肉的。太有才了！老婆来吃饭了。来了，来，你看你是这个饺子还是这个鸡腿面？这么多饺子，我肯定吃饺子了。但我这里面可是惊喜哦。惊喜啊？哎，惊喜我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可算把他忽悠住了，今天就是我翻身的一天。你这个，给我也喝一杯，你再调味一杯吧。你自己不会调啊？碗里面就两个苹果，我都看到了。惊喜，我看是惊吓吧。造孽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好吗？这用了一个多月粉，口感香醇，真好喝。你再买点来吧。行，我进行活动，我给我姐妹介绍一下。好。你们赶紧放手就去抢这个燕窝婴儿多香粉的大样吗？之前的29块就发三袋，我都觉得够划算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卷到10块就给你发四袋，还送一个摇摇杯，配的杯也很干净的，它里面只有豆浆、银耳、燕窝粉、热水，一分钟就能冲泡开，喝起来不仅有豆浆的香醇，还能吃到银耳的鸽子脆，淡淡的甜味刚刚好。你们趁着下雨苦大，赶紧多喝点。你吃好了啊？嗯，干的差不多。吃好了，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惊喜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哎呀，我炸！我看你是灵魂了，嗯，怎么这种事？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来吃饭了。来了。来，今天一个看得见，一个看不见，你选一个吧。我肯定选这个看得见的，这么大一盘饺子。行。哎，饭你等下再吃，要不然奶妈要反悔了。说的也对，那我们先吃点千层吐司吧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要不然就露馅了。嗯。哎，你不是吃千层吐司吗？这酱都是我的。这吐司松松圆圆，一层一层撕着还挺好吃。老婆，这千层吐司松松软软的，早上搭配杯牛奶当早餐真不错，是吧？嗯，我这现在还有活动，我去他们介绍一下。行。家人们，你们赶紧放手去抢这个牛肚千层吐司。之前呢，19块9发八个，我都觉得很合适了，没想到现在直接给你发12个，简直啊，划算到姥姥家了。而且它的生牛肉含量大于等于18%，尤其是啊，用微波炉叮一下，每一层啊都是超级超级软。早餐呢搭配牛奶，简直啊太完美了。而且啊，它每一个都是这种75克大个的，好多姐妹回购的时候都是3-4箱的囤。哎呀！老公，你吃差不多了，赶紧把碗洗下了。行行，你去吧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到我吃饭了。哇！